Get ready and pack with me。这个蓝色的，我们来 try 一下这个蓝色。这一次呢，我会去 Spain。After that 呢，我就会去 LA。老娘已经是25岁了 ，OK， 所以也是会有 some battle 的。他这边呢有放 UK、Europe 跟 US。OK， this is super. I don't know what just happened. Oh my god.就做一个 major 的 changes， like finally I'm gonna change 我的 color， 然后 change 我整个的 look。 可以这等下你们就看那个 difference 吧。 So I'm getting ready for Spain。 可能这一次呢，我就是也没有，因为我本身是不是很喜欢染那种 pink 啊 purple 那些的，就 more to like brown ash 这样。 So I'm going for a special color。 You have expert here。 这个辣椒同一个颜色。 OK, this is super. I don't know what just happened. Oh my god.OK，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 pack 我的东西。说、so, 这一个呢是我的第一个 luggage， 然后总共要带两个 luggage， 还有一个小的。说、so, 这一个是第二个 luggage， Thank you remover。说、so, 这一个是我之前在用的，嗯，它是差不多一样一个款式的，可是这个的话呢会比较软 ，compared to 刚才那一个。你听声音。这个是给你脚酸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放在旁边，然后你可以坐上去。Yeah, so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 material 来的。我很喜欢它整个，连它这个也是黑色的。So 这一次呢，我会去 Spain， 然后我会去蛮久的。So 这个 trip 呢，其实就是代表马来西亚，然后去出席一个活动在 Spain。So 这个牌子呢是叫 Pretty Ballerina， like 它飞我们过去和这一个 trip。So 其实呢，我是很 excited，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过 Spain， 然后我是第一次去 Spain， so it's like 很紧张。因为好彩之前有去过泰国，因为泰国你们都懂，那个整个 procedure 就是有点麻烦。现在已经就是事业头。然后马来西亚也开放了，所以我们可以去， but then 还是很多那种 like procedure 需要去注意的。 After that 呢，我就会去 LA。 所以其实我 after Spain 呢，我就会回来的。可是因为就是有收到 invitation 都去出席这个 event 叫 Vivo， 这个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牌子。所以其实这个牌子呢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品牌，就是有一些是 like influencer 开的一个牌子，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 Revolve 里面买。 Yeah, so it's like 可以 access 到很多不一样的 brands。 Yeah, so 我觉得回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四月尾还是五月头。一开始我还想说想要 extend 的，可是过后我觉得 like 哇，我 extend 到来我应该很累耶，因为很多东西要带，就是出这样久应该很多东西要带。 This is like 我的第一个影片，You know, get ready and pack with me.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拍过这个影片，就是 like 跟我一起来 pack 这个 luggage. Let's go. Anyway, before 开始 pack,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新的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我很喜欢。说、so, 这个颜色呢，就是我枕头是其实是有漂过的，然后我很喜欢，因为它过后呢会慢慢再褪颜色。说、so, 可能我出国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褪，说、so, 它现在就是有点，我不懂这个，我不懂这个头发的颜色叫什么 ，maybe like。Ash, you know, like, green, greenish, 这样应该是我的 hairstylist Philip, 他 like 挑这个颜色的。Okay, so 我打算这个包呢，就是放衣服到完，然后那一个 bag 呢，放帽子跟鞋子。Okay, so 其实我已经配好了，我只是要 transfer 去这个包，因为我要用这个黑的包包。Okay, 你们要看我包了。OK， 这一件呢是我会穿去 airport 的衣服。所、so, 以这一次呢我打算穿青色去 airport， 因为我每次去 airport 都会穿就是没有很出色的颜色，所以我就想现在就是流行这样的青色，所以我就想要穿这个去机场。哦、oh, ，我们这件衣服这样讲，我应该就是整个影片就特别长。It's OK， 这一次坐飞机呢，整个 duration 就是大概有20多个小时到30个小时，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远的一个 journey， 所以我 make sure 我是要舒服的。Then 我会带一个 scarf， 如果我冷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 you know 盖起来，还是如果我想要有枕头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躺着做枕头呀、yeah. 然后可能带这一个，这个是我自己在日本买的，它是这个、哦、
它是这个 big 的 headrest， 它就是可以开这一个，然后你就可以 transfer 它去那个 headrest。 Oh my god， I got so much of stories for all my things。 OK， 所以其实呢，这个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adapter， 所以这个 adapter 我已经忘记我在哪里买了，可是我就是有好好把它收起来，因为它是粉红色，所以我很喜欢。它这边呢有放 UK、Europe 跟 US， 所以其实我也不懂它是什么牌子，可能也没有牌子的吧，就是我很喜欢。 Then 这个是我的，就是跟你们讲的那个 accessories book， 然后除了这个，因为我发现就是不能放大个的 accessories， right？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放大个的 accessories， 就是那种链啊，bangle 那些。这一个呢，我会放 accessories， charger， blah blah blah， 我的腰，然后那一个我会放衣服。 我跟你们说，以前呢，我就是会卷我的衣啊，然后很多花样啦。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是打算把它这样放正平平就好了，我不会来去 curl 我的衣服，因为他们讲会比较省力，可是我觉得算了， it's okay。 And 这个是 Kelly 做的， I love it， 它是穿在腰的，其实你们可以跟 Kelly 买，然后它可以 adjust 那一个 size，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时候你们要放低一点点，有时候要放高一点点，所以你就这样勾上去。OK， next 这个 trip 呢，我没有带很多个包，就是还蛮少的，所以我带了这个是 Louis Vuitton 的 trunk， 我以前呢，我每一个东西都会用这个 dust bag 来包，可是过后我有这样的 pouch 之后呢，我就很少会用这个 dust bag， 其实这个就是给我放我的袜子。其实这个 packing 的 video 呢，我是没有打算要讲话的。可是我一讲一下，我就好像很多东西要讲。袜子 ，OK， 袜子。OK， 这个呢是老娘已经是25岁了 ，OK， 是我97年，但我有时候也是会腰酸背痛的。说这个是妈咪祖辈给我的 Acoustop brand， 说这个呢就是给你 ，you know。 来，你这边通，那边通，就是在飞机，就是坐很久，但你就很不舒服，这样你就可以粘了。然后这一袋呢，就是我的吃的东西。所以我买了一些杯面，我就是买了这个，我买了一个粥，我怕下面可能就是来没有东西吃了什么。所以我买了一些，然后我最喜欢的 mask。 我的 Dr. Jack 的 mask， 还有就是我每次旅行的时候呢，我都是会穿 disposable panties， 所以它不会太刺猬。 And sunscreen， 这次我去海边，我需要 sunscreen。 항상 처음은 설레이지 널 보러 가는 길도 마치 구름 위지 너에게 하고 싶은 말을 생각하다가 나 이렇게 까마보라는 것을 알게 돼我觉得我好像很多东西要尝试，所以这一次呢，我带了这一个extension wire，棒棒的。 꼭 날아가지 못한 곳을 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 몰라 말들이 너무 많아 우리 여기서 잘 떠나 This is my vlog 我现在选我的鞋子，因为要去西班牙了嘛。因为我们要选两双过去，所以我选了一个黑色的。这样如果我的衣服是比较复杂的，就可能黑色就比较安全。所以我可能选一个黑色，然后一个是有颜色的会比较好啦。有颜色是说比较出色。这个是蓝色的，我们来 try 一下这个蓝色的，好可爱。我是选了这一双，就是这个是蓝色的，可是我就想说，哎，可能，哦 ，OK， thank you， 就是想说可能可以选，就是这个吧，就是因为这个它是平的，然后它颜色也不会这样难配跟其他衣服。耶，我拿了我的鞋子。 明天就是要上飞机了，我就选了刚才那两双，很期待。好了，现在要走了。它的店超美的，它的店超美的，你看这个就是粉红色的。其实呢，它的店是在 Gardens， 然后它是专门卖那一种好像 flats，
就是这些 flats 啊，然后好像刚才我拿的是有一点点高，就是去上班做工都很适合。我本身是有穿过，可是我没有穿，好像就是有10个小时、20个小时，因为我们现在去 trip 啊，我应该会穿很久。我再 update 你们，再舒服的话我会跟你们讲 ，OK？ 什么都讲了，我每次在不知道什么都讲了。Yeah, so OK, see you guys in Spain. Bye.